你的人的生命，你做这个啥？就是盈利，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子，你的风险始终在这里面，在这里面，这就是的。你的那个打得游起来，这意思吧？我们的五代人，现在说五代人，因为你要跟我说这个啥？哦，我专门针对身法游起来。步伐要变化，步子的大小跟动作的快慢都要有变化。不要越打越快，要有变化。反面的摇式翻身掌再打一遍，反面的。对，再来。刚才这个时间这样勾了，那么你走的是右手的，把这个右手，把这个右手，这是，对吧？雄心背身掌。你指的是哪？你指的原来是哪？他指的是吧？指的是哪个时间？打四角。奉行车轮掌。连来三个。蹲下去。连来三个，侯警长，侯警长，结束。